拍马屁呢，要有一点模糊的原因，要留下一些空间，你知道吗？要拍的有一点痛又不太痛，有一点舒服又不是那样的太舒服。就你这种拍法哦，你简直是让蔡英文上来八天的争议性变得更大。哪一个不是？你去数数看。其实每一样来讲，除了第三项以外，可能没啊，还有第四项，其他真的每一项都是有相当大、相当大的这样一个争议性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这个高委员大家不知道，你搞不好现在是蔡英文最讨厌的立法委员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